今日今晚主日開始了上年期，是每個禮拜日我們會聽到聖歌福音，我們是要明白當天福音來幫助我們基督徒應該生活。今天的福音我咳嗽少許的前面左右那個小一點寫作那部分我沒有讀的福音，原來路加寫信給你開始說，是路加寫信給他的朋友叫做德奧斐洛，意思是上主所喜愛的。首先教會福音的傳遞是靠口傳，但現在路加透過筆錄向他的朋友得向德奧斐洛陳述關於耶穌的生平和教訓。其實路加是耶穌的忠徒，他更加沒有親眼見過耶穌，他是耶穌死亡和復活大約50年之後才寫福音，原因是他想證實他朋友所說的是真確的，是根據那些親見親自見過認識過耶穌的人們所得來的經驗。我們都要知道福音是耶穌的傳記，而是讓我們清楚知道耶穌的生活、亡、死亡和復活都是為了賦予我們每一個人生命的意義，了解我們為何要接受和跟隨耶穌，作為我們的君王和天主。當耶穌在約旦河受洗，就即在沙漠禁食40日三去魔遊之後，他親自天主聖神給他的能力，他回去加利利亞納撒勒他長大的地方，在那裡耶穌開始他的使命旅程，慢慢向南部出發，直到耶路撒冷那裡，在那裡他會受苦和死亡復活，就此耶路撒冷就成為 他的門徒到世界各地宣講福音的分源地。今日福音講是一日一個安息日，耶穌早上到了回頭起身讀以西亞先知書。其實每個猶太男人可以或者可以要向會眾讀聖經和分享耶穌透過以西亞先知書的說話，宣布他自己是那位弥赛亚，上主的神留於我身上，因為他給我父饒恕。在那陣時，饒恕是為君王加冕的儀式，我們說的基督
是希臘文是 Christos， 即是受苦者。耶稣基督意思是耶稣受苦者，或者耶稣关我。那耶稣是怎样的一个关我呢？福音都说耶稣会要做的事情是发现我向贫穷人宣布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盲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信息是西亚会为我们所有人带来希望、自卑和复兴的信息，对着分辨表达出实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与贫穷人指纹质上的贫穷，或者精神上的缺陷和心灵上的空虚。至于盲者，除了指人视觉有残障之外，就可以指因为人的偏见、无知、妒忌，同埋容易情绪化等等，就系我哋提出事实的真相，或者导致有盲目的缺点。決定，跟住喺今日是今日嘅世界，就有好多俘虏嘅存在，好似嗰啲孤孤单单过紧嘅生活，冇人嚟回寄人，有好多因为种种贫穷。被边缘化，被人排斥的人，或者还有很多人心灵上没有安全感。所有折磨只是物质上想拥有更多去弥补的人，甚至一些流於病態的，需要時時刻刻被很多很多物件包圍住，只有存在意識和安全感的人，所有這些都會令人成為不同生活形式的奴隸。有一些坐緊監的人，尤其是那些受到不公義被監禁的人，都有一些因為貧困被囚的人，他們都需要悔改、改變，以及重新得到他人以及世界的和解、接受。为这些种种原因，教宗2009年就慈悲喜悦。我们问下自己，透过今日的福音，耶稣想给我们的什么信息？是读经二，圣保禄用我们的身体比喻基督徒团体，我们可以没有发觉很多的基督徒。
生活是个人主义，我们只是靠自己来打理我们自己的事情所谓国家自受门前树。这个生活方式不是圣保罗所说的，他是一个基督团体的关系，是好像一个身体上的肢体咁，各人互相影响，彼此关联。每个人在团体内都同样是有条件，亦都是有义务的。这些就是今日福音所讲的彼此关照。由于一个身体的肢体，我们互相分享，一定会丰富了我们生活经验的贫乏，有助跨越我们目前遇到的困境，而彼此的意见更可扩阔了我们的视野，视野目光可以更远大，彼此间的同理心会帮助解决人心中的压力，继而令到大家身心更得自由。这一切既喜乐，就是耶稣所希望接着教会团体彼此相爱，上我们获得的平安和幸福。